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老师。今天跟着老师画一画，要来学画蜜蜂。首先，我们画一个圆，当它的脸。接着，它的眼睛，它的嘴巴，然后它有触角的。接着，它圆鼓鼓的身体。但是它的尾巴要是尖的，圆鼓鼓的身体，但尾巴是尖的。然后它的条纹身体，然后它的翅膀，接下来涂上颜色。这样蜜蜂就完成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小朋友，蜜蜂还可以怎么画呢？发挥你的创意吧！我是冰淇淋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